在哪里看见星荣，雨在哪里知世间真会玩啊！你信不信他一脚把你踩瘪了？我，哎，别，你去哪儿？我回家，难道等他给你让路啊？要着急我就烧你一顿。能啊不，他也不能一直这么横在马路中间吧？这太危险了。大哥，这里是野象谷，是他的地盘，他高兴走，高兴站，高兴把你踩瘪了，都是他说了算。那不是幸好我跑得快、啊。你跑得快。他时速60公里，你去跟他比比。等，能载我一程吗？车呢？车不要了。命都没了，我还管车啊？你等我一下啊！快点啊！走嘞！拜拜。有信号了，停车，停车！有信号了，你快点停车吧！哎呀，马上就到了。电力密空难，电力木难密。
不，跟着，走啊，跟着。 给呢，给呢，呵呵，给呢。喂，喂，蒙个爬也不上，我爬也不上。你别过来！蒙个也不上。你别过来！我爬忘了。把斧头放下。我爬嘛，忘爬了。别过来！哎呀！啊啊！蒙个也不上，你。 哎！啊！皮包给你们，我钱也给你们，我不报警，你们拿走吧。哎！哎！骂你骂我干啥？什么？他说什么啊？他问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男孩，王门，王门，王门。 喂，等一下，你刚才去哪了？我去加油了。你不说一声？你不是在打电话吗？我怎么跟你说啊？行了，上来吧。啊？你上不上？我还有赶路呢。上。 谢谢啊。 真的要逛寺庙吧？上海的庙还不够多吗？那你想玩什么？嗯，要不我们再玩一次泼水节，你觉得怎么样？<笑>现在喜欢被虐？对啊。那我来念念你。没事啊。<笑>等一下。 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啊，对不起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我今天是你们的陪同导游，叫我玉波就好。好特别的姓，哪个玉？没文化真可怕，人家傣族不像汉人，没有什么姓。你的名字前面第一个字不是一就是玉。你还没回答我，你是哪个姓？汉语说的这么好。
好意思啊，上海来的，走得急，智商啊往出值了。今天我们游览的是曼听公园，这里以前是傣王的御花园，到现在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。哎，你眼睛怎么会这么亮啊？你是很纯很纯的傣族人吗？你看我们两个像不像？你看我们像不像混血？长得很像啊！你看我们像不像混血？你看，去！我实在受不了你了啊！就这一小导游，又小又柴，还混血。我请问，他是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的混血呀？哎，我说美嘉小姐，你是一个非常有修养的人，我也觉得你非常的有修养。你这么的美丽，这么的漂亮。那怎么说话这么掉价呢？你才掉价呢！我发现你现在品味越来越 low 了。别走，走了。漫天公园，我们傣族人又叫它春欢，意思就是灵魂之源。传说中，傣王带着他心爱的妃子来到这里游玩，因为景色太美了，王妃呢，就深深的被吸引。回到皇宫之后，妃子就生了一场大病。哎，浩宁，来拍照。傣王请来巫医才知道，原来他的妃子太美了，已经把魂啊都丢在这儿了。好嘞好嘞，你不要生气来哦。儿子那边的事情，警察不是已经搞清楚了吗？是那个女孩追不到浩宁，就雇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女人，给她设了个圈套。好了，你别再替她解释了。那你就不要生气了呀。好了，躺下，躺下来。你真以为我是为了这个事情生气啊？我气，是这孩子做事情太没有担当。都快30岁的人了，遇到这种事情不敢去面对，脚底抹油跑了。哎，他这种态度，我敢把家业交给他吗？浩宁，现在才28岁呢，留学回来还不到2年呢，你干嘛那么急啊？给他一点时间好吧？啊？去打电话叫他回来。让我打电话了？你不打怎么办？我跟董事会怎么交代啊？我刚给他2亿，叫他成立个公司。好了，现在躲起来，连个电话都不敢打回来。我给他打电话，你不能生气的哦。嗯。哎。这茶园真舒服呀，又喝茶又办公，真懂得享受啊。那当然，好茶已经准备好了。山哥，请。请。谢谢。上哥，好茶啊！最主要是啊，原生态无公害。好茶养人呐，我起步就是做茶，才有了第一桶金，做到现在这个规模。虽然说今天做茶的人越来越多，利润越来越薄，我还是舍不得放下这一摊儿。人不能忘本呢，对不对？还是上哥厉害，白手起家做到今天这个规模。惭愧，其实我特理解你。外人看来你做的好都是你们家老爷子的功劳，做的不好账全算在你头上，如履薄冰吧。来，以茶代酒。
其实别人怎么看我，我还真没当回事。但就我爸，我总觉得他不相信我。不相信你能给你两个亿，让你放手单干吗？放手让我单干？我要现在真弄几个项目，他能不管吗？浩宁，信心这个东西是需要一点一点给的，急不来。说一千道一万，不如你做一回给他看看。有道理。耶，吓我一跳，一惊一乍的。喂，妈。我不给你打电话，你是不会给我打电话的了，对吧？喂，妈，就没什么事，我就不吵你们了。躲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？哎呀，我就跟你们说那件事情不是真的吧，到现在你还不相信啊？怎么不相信你啦？你当面跟你爸爸解释过不啦？我解释了，他也不信啊。你呀，还是不了解你爸。你知道你爸气你什么吗？他是气你没担当，做逃兵。什么逃兵啊？我就想静一静嘛。你赶紧回来，回来见你爸爸。我在云南呢。云南？云南哪儿呢？西双版纳。哎，你跑到西双版纳去做什么呀？我考察。考察？对啊，就想说这里项目多，就先挑一个练练手。说一千道一万，我不如先做一个给他看看。哎呦，你就这么闹啊？上海公司那么多项目不够你挑啊？你回来，今天就给我回来。不是妈，我就我。啊啊啊！好吧，那我就马上订机票了。啊，不说了，拜拜拜拜。你真要走啊？我不说走，他能挂电话吗？浩宁，要是实在不行就回去吧，给老爷子认个错。父子之间有多大的事儿？再说以你爸在上海的人脉，你做起事儿来顺风顺水，方便得多。我就讨厌在他眼皮子底下做事，这……哎，尚哥，版纳你熟，要不你介绍几个项目给我，我这一趟就真当我来考察了。你要真是下定了决心，我没问题呀。来到好版纳马要过你了，马过你了。顺手洗一下嘛。哎，叫你们家玉官去洗啊。把这个也洗一下。臭死了，讨厌啊。你怎么帮他啊？你应该帮我啊。哎，这女婿要帮丈母娘干活，怪这脏衣服臭衣服呀给玉波洗。你看到没有，就他最坏了，你还帮他呢。我洗就我洗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给你洗。哎呦哥，你脸红了。哎呀玉波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，一件衣服我哥都舍不得让你洗，就可怜了我这亲妹妹，没人疼没人爱。嗯，不是没人疼，是疼你的人太多了，不知道是该选跳大鼓的呢，还是天天送花的呢？哎呀玉波，你怎么胡说呢？叫你再胡说，叫你乱说，叫你乱说。Thank you.
娘，你看这个寨子，跟你之前看的那些景区又不一样了。你看那些傣楼、街道，保留的非常完整，原汁原味啊！你再看那儿，有山，有河，有稻田，有寺庙，整个生态系统非常的完美。现在啊，民俗旅游的趋势越来越火，要想挣钱，这儿绝对是一块宝地。这个寨子的开发权拿到没有啊？那当然了。要是感兴趣的话，咱们兄弟一块玩。走，去看看。寨子的傣医治骨伤那是出了名的，去年我摔断了腿，医生说要打骨钉，就是他给我敷的药，我两个月就能下床了。傣医不就是中医那套吗？能行吗？肯定行啊！哎呀，让傣医先看看吧，他现在疼成这样，回城要三个钟头呢。这快快快，走走，就在前面，走吧。慢点。玉儿上大妈。慢点，小心。哎，扶一下。哎呦，啊！小心啊！怎么了？他在山上摔了一跤，伤了左脚的。麻烦您轻点啊，给我们止下疼就行了，我们好赶回市里啊。谢谢了啊。这儿疼对？啊！哦，好。这儿呢？啊！我知道了。大妈，他不会是骨折了吧？骨折倒不会，可能是骨裂了。骨裂？你摸着两下，你就知道骨裂了？要不咱们还是走吧。哎呀，玉儿香大妈说是骨裂，那就肯定不是骨折，要不然你们回城里面大医院拍个片子看看，肯定错不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们不是信不过大妈，不好意思。这什么呀？这是中草药。轻点。哦，大妈，这个草药多少钱？我钱给您。啊，草药都是在山上采的，不用钱。这怎么能行啊？我们玉儿乡大妈看病从来不收钱的。大妈，那真是太谢谢您了。不用客气。连续敷一个礼拜，尽量少活动，静养。好，谢谢。慢点，轻点。大妈，我们走了啊。好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没关系啊，没事。慢点啊，小心台阶啊，小心啊。哎，小导游，你怎么来了？玉波啊，这是玉儿乡大妈的外甥女。你脚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走了，小心啊，小心，哎呀，慢点，哎呀，快走了，快，你看，你小心点啊，谢谢。还是背着走吧，快！走了，快！任带轻微。
微撕裂，有轻微骨裂，无明显移位，诊断为踝关节挫伤。哎呀，这个劳改一行啊，都让他给蒙对了。嗯，哎，你看得出骨裂的位置吧？挤兑我有意思吗？我以前学的是护士，您学的才是医科。蒙一下嘛。那应该让那个劳改一来蒙一把。哎，张美嘉同学，以后别再说你读过医学院。浩宁啊，你还真可以啊，学西医的不排斥中医，不错。哎，入乡随俗嘛。不过歹医在版纳还真的是很厉害，尤其是治疗骨伤。对，照常规治疗来看，我这个伤最起码要一个月吧。但我现在觉得应该一个个礼拜就好了吧。真的啊？那我可要登门好好的谢谢人家。不用了，尚哥，等我好了之后，我自己去谢他就好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找个由头去会那小导游啊？啊？给个机会呗。给你这个机会，自个儿上药。啊！哎。阿姨，你好。我就是那天那个到您家来。脚怎么样了？好了，好多了。再静养几天，别到处乱跑。啊。阿姨，您今天就一个人在家？哦，我是想说，如果玉波在的话，可以给您帮忙打个下手。我之后有机会再来看您。拜拜。你是哪里人啊？上海，我叫徐浩宁。阿姨，拜拜。嗯。谢谢啊。哎，不用找了。哎，真是你啊！这么巧啊，还真是有缘啊！上次电话也不留一个。哎，对，车钱车钱车钱。哎呦，不用，顺便的事。怎么样也得请你吃个饭吧。哎，不用。哎，你在干嘛？啊，我来送茶。这个茶庄订了我们家的茶叶，不是吧？这里的茶庄老总是我兄弟。啊，老总我不知道，我每次都是找他们经理。找什么经理啊？我带你认识老板。哎呀，老板不用认识，我们这种人。老牛，回来了。尚哥，他就是这里的老总，叫尚哥。啊，尚哥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尚哥，这是我兄弟，这次来版纳多亏有他。哦，你好。浩宁的兄弟也就是我兄弟。这是你们家的茶呀？啊，我听马经理提起过，你们家的茶不错，以后多多合作啊。谢谢尚哥。那你看茶叶钱能不能先给结了呀？那必须结啊，货都送到了，钱怎么能不结呢？我现在就去交代一下，我今天就把账给你结了，好吧？谢谢尚哥。哎，谢谢你啊，我请你吃饭吧。哎，怎么样也得我请啊！走，吃饭。别，我这个茶叶还没交。茶，你等我先送完茶，然后咱们吃饭的事一会儿再说。我先带你去我茶园转转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来吧。啊，来看，交给我。要这样上肩。哎，我天，
力气这么大。怎么样，我的茶园美吧？哎呀，天然氧吧。我看你没事，还可以玩玩越野摩托车什么的。我知道你们大城市堵车，还有雾霾。哎，这里这么漂亮，我不想回去了。那你就别回去了，留在这里陪我看茶园。哎，好啊好啊，老板，我帮你打工。我看起来像是老板啊？我也是给人打工的，这快递不是你的，那你高兴什么劲啊？那我也高兴啊！你看这景色这么美，光看着心里就高兴。我接个电话。啊。妈。哎，回上海了吗？没。你不是说机票已经订好了吗？票是买了，但出了点意外，摔了一跤。怎么摔的？厉害吗？嗯，不厉害，我早回去了。哎，伤到骨头了没有啊？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嗯，脚踝吧，轻微骨折，医生说要休养，必须要一个月。你这孩子啊，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？我可以帮你联系昆明最好的骨科医生啊。哎呦妈，不要小题大做了嘛。哎，你还是回来吧。你在妈妈身边，妈妈可以伺候你啊。哎呀，都说没事了嘛，我需要静养，我不能到处乱跑。哎，儿子，妈跟你讲呀，我呢千辛万苦的说服了你爸爸，让你回到公司来做行政副总。开心吗？妈妈，你真牛！我走不动。那我叫几个人把你抬回来。不，妈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要平稳度过更年期的。你这个样子，我能平稳吗？行政副总，哎，你懂不懂啦？妈，我真的不稀罕那什么行政副总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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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副总的，这就是我爸的跟屁虫嘛。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我根本没有办法放手去好好干一件大事。你给我一点点空间，让我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好吗？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，我要去换药了啊，拜拜。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你就是传说中的富二代啊。对，富二代，富二代，纨绔子弟，花花公子，一事无成败家子，不就那几个标签吗？富二代这么好，但我需要一张苦瓜脸吗？我
苦吗？看不出有钱人有什么苦啊。那是你以为有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说出来不怕丢人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是旱鸭子，就是因为徐家唯一的接班人不能让游泳池给淹死。那你自己就不能偷偷学啊？有些事情赶早不赶晚嘛，小时候要是多呛几口水我也就会了，现在要我下水我还犯怵呢。那还是怪你，怪你自己胆小。我胆小？我胆小？嗯，要不我们现在上足球场上单挑，我告诉你什么叫奔跑中的荷尔蒙。就像是发情的功效。哎，再小巧一点，再有美感一点啊。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啊。嗯，你很自恋啊。哎呀，我去，那你真没看过自恋的。像我爸那群朋友，不管有没有太阳，那个衣服的领子必须要立起来，挥杆的时候那个感觉啊，感觉一下风，感觉一下自己，自我感觉良好的话，哎呀，我天，就是每个都是 Tiger Woods 啊。哎，其实说穿了，他们就是卖饲料的，挖煤的。看我每个礼拜六都不能跟朋友去玩篮球、踢足球的，陪他们必须玩什么破高尔夫。哎呀，那你这不是还有礼拜天了吗？什么绘画了、音乐了、钢琴，我没一个有兴趣的。我堂堂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为了继承家业，后来去学金融，我有感觉吗？我，而且这种事情就……哎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我听着呢，我就是觉得挺可怜的。这，所以嘛，富二代是真的很可怜的，我们算是弱势群体，对不对？这种话跟我说说就好，千万不要出去乱讲，会挨打的哦。就是这种。哎，干嘛呀？再动感一点，想抢一点，叫你乱动感一点，叫你乱扔，动感一点，还乱扔。行了，好了，不闹了。哎呀，让我老板看到会说我的，不要乱扔了，我一颗一颗采回来的，很不容易的。这些茶叶，我得采一上午呢。今年多大了？28。你几月生的？7月。我比你大，我6月。你28？啊。那咱们是老庚了。老庚？我们这里管同一年生的人都叫老庚。你几个孩子了？我还没结婚呢，我。哎。寨子里好几个老庚啊，孩子都2、3岁了。哎，你刚才那个叹气几个意思啊？没事，我都想好了，我给我老婆打了一条好漂亮的银腰带，我准备跟她求婚。我们傣族啊，基本上都是女人管家，送银腰带呢，就是要把钥匙交给老婆，让她挂在腰上。哦，原来你们也这样，还没结婚就老婆的叫。等明天领了钱，我就去取腰带。哎，结婚记得请我啊！一定的，啊，还有你女朋友。嗨，早分手了。哎，她还是很爱你的，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是啊，很多时候爱不爱，第一眼就看出来水。哎呀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再给我一杯。哎，玉波，谢谢。怎么了？坐。那个一丹是你们寨子的吧？你看上我们一丹了？什么呀？我只是觉得他怎么老看我呀？你说他是不是看上我了？我是没听他说过，
要不你自己问问。哎呀，这怎么问呀？他肯定以为我想追他呢。哎，他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哎，你正好问问啊。哎，你别跟他说啊，好像我老盯着他似的。走了，走了。哎，一会儿你们俩嘀咕什么呢？说我呢？你说布鲁飘啊？啊，对对对，布鲁飘。哎呀，这新来的名字老是记不住，反正就是那个基诺族的小子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？他呀，好像总是偷看我。哎，你笑什么呀？我是说真的，你仔细观察观察，特别是在跳舞的时候。你不看人家，你怎么知道人家在看你啊？反正就是他先看的我，我才发现的嘛。你那么好看，我都想多看两眼呢。哎呀，你看跟他看能一样吗？他那眼神啊，怎么讲呢？就像是一见钟情。哎呀，玉波，你别笑话我嘛。你跟我哥那是青梅竹马，所以啊，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一见钟情。是是是，我不懂，我不懂，行了吧？讨厌！一丹，一丹，快过来！啊，来了，我先过去了啊。嗯，你去吧。一见钟情。想什么呢？总有